现在来试喝土耳其咖啡，这家是番农花城很有名的一个古老的咖啡店。其实应该晚上来喝会比较有情调，但是我们喝咖啡晚上就睡不着，所以改早上来喝品尝一下这个土耳其的咖啡。旁边这位漂亮的小妞在正在帮我们煮咖啡。待会我们就来品尝土耳其咖啡，正宗的咖啡。冰的，酸。刚刚小姐教了我怎么喝土耳其咖啡。首先，这个白白的，这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她就说先尝一口，甜的，很香。再喝一口。这个一口，这个喝一口咖啡，喝完之后再用这一个，不晓得是什么，等一下再把这个喝完，喝完之后再来吃一颗软糖，这样你的咖啡时间就 finish。 好，现在来品尝土耳其咖啡咯。